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现在是脑子里一片紊乱，睡眠不好，就是睡着了，醒过来以后呀，都是我妈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场景啊，或者葬礼上的，都像惊醒一样，好像是没有，还没有做好什么事似的，然后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你刚才说那个，还没有做好什么？我看到那个头上啊，盘了一个黑色的猫，头上盘了一个黑色的猫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看到那个眼睛，那个一个黑色的猫盘在头上，眼睛那个我们那边叫眼睛雪亮啊，眼睛很亮啊。眼睛很亮啊，哦，原来那个妈妈在生病的时候，在生病的时候，要夜里为了照顾好，要随时处于那个警醒状态啊，实在瞌睡的，有时候太累了的，实在疲劳的时候，夜里好像那个人，太疲劳了，有点麻木的感觉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猫啊，来了一个黑猫，因为夜猫子嘛，眼睛看得清楚，然后。眼睛又看得清楚，夜里边精神又好，夜猫子夜里又好，所以后来因为那个人很疲劳的时候，看到你这么辛苦的时候，然后来了一个猫啊，一个猫的灵魂就附在你身上了，在你身上了，就帮你了，这样才能支撑得下，连续这么长时间的那个支撑得下，才能支撑得下那个夜里边随时保持警觉状态。哦，是一个猫在那个头顶上。你现在对着那个猫的灵魂说：“谢谢你，帮了我这么长时间。谢谢你帮了我这么长时间。”哎，然后继续说：“谢谢你帮了我这么长时间。”哎，你这么一说以后，这么一说以后，那个猫的眼睛呢，就没那么亮了，好有点刚才是雪亮的感觉。我说我们那边说法叫雪亮啊，现在慢慢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了啊，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了。那个，然后你对那个猫说，奶奶已经走了。他这么一说，他眼泪下来了，眼睛也蒙起来了啊，也没那么亮了啊。他说，那你对他说啊，谢谢你陪了我这么长时间。谢谢你陪了我这么长时间。哎，然后对他说，你也可以回家了。你也可以回家了。哎，说完这句话以后，那个猫啊，一下子就跳下来了，从你头上跳下来了。它那个眼睛雪亮的那个眼睛呢，为了保持，因为体力不好了嘛，你这么长时间就相当于那个很疲劳了，就是一个猫啊，来帮你支撑着。所以那个猫眼睛里看到东西，它一直在眼里，一直没离开。它眼睛看到的那个场景，或者要保持警觉状态的，一直在你眼里啊。现在同他说了一个，那个猫的灵魂离开了，猫的灵魂离开了。因为一上来我看到那猫亮很亮很亮，后来慢慢迷糊了，然后流了点眼泪，然后就是人就像睡觉的感觉。那个猫离开了，猫离开以后，然后你慢慢那种你刚才描述的那个状态，就慢慢就消失掉了，会，啊，是一个猫啊，是一个猫，啊，是一个猫。然后你有什么话要说吧？针对这一个，过会我再跟你排其他的。针对这一个才出来的这一幕，针对猫这一幕还有话要说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关了，关了以后再。睡过了，睡觉肯定是提心吊胆睡的，这么长时间，70几天了，这个挺肯定的。后来呢，他说现在就只要如果困难醒过来，都要醒过来，才是像夜里的状态这个，都要醒过来。然后呢，眼睛都是一直醒过来的目的，就是要他们做事情去嘛，办坏事呢，办然后为那个，现在还是这个状态，刚刚醒过来，然后好像还是有什么事情没做好嘞，对，一直就是那个事情。对，就像那个一个猫的灵魂在你头上嘛，盖在你头上嘛，所以它猫见过的东西啊，它记得的东西啊，它的状态一直在那边啊。那个猫现在这个猫已经离开了啊，
那么就他由这个猫引起的，这个问题就了了啊，这个就了了啊，我先关机了啊，关了啊。